是叫做萨古吗？好乖巧的小狗，听话的小狗我当然喜欢，特别是那种会露出肚皮给你抚摸，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你的小狗。其实我一直想养一条狗，它不仅能够用可爱治愈我一天的心情，有时还能起到震慑作用。不过养狗的话，要定期给它梳理毛发，清扫粪便，未免太麻烦了。养宠物就是这点麻烦，我果然不适合养宠物。人都看见了，现在的小可爱还真是变得不得了了，以后又会成长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知道为啥？搜救犬没乱跑吧？间隙巡林员的工作还顺利吗？化成过的药草还够用吗？